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7月28日星期四下午3:30，地点议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请各党团再检讨调整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已提出之修正动议尽速整理，请行政部门先行向各委员及党团提出说明，于7月29日星期五上午8时前送交财政及相关委员会会诊，29日星期五上午会议继续进行处理。二、各党团同意7月29日会议不提出点名表决之提议。三、7月29日星期五会议时间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6时。四、本次临时会如未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三读，下会期尽速进行协商及审议。主持人苏家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吴秉睿、陈廷飞、林德福、廖国栋、江启臣、李鸿钧、黄国昌，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议？好，无异，我们就通过。105年7月28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今决定如下：一，请各党团再检讨调整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已提出之修正动议尽速整理，请行政部门先行向各委员及党团提出说明，于7月29日星期五上午8时前送交财政及相关委员会会诊，29日星期五上午会议继续进行处理。二、各党团同意7月29日会议不提出点名表决之提议。三、7月29日星期五会议时间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六时。四、本次临时会如未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三读，下会期尽速进行协商及审议。明日7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